開心的，因為我哋成個製作，我哋拍咗《法醒先鋒四》拍好之後，而家因為呢個改動，但係可以令到個戲順利出街，對我哋嚟講係一件開心事嚟嘅。嗯，過去咗嘅嘢唔好講啦，最緊要而家可以，因為我啱啱拍我同阿湯嘅戲，多數都係我屋企嘅主景。之前拍嗰陣時啱啱開始，好多嘢都未磨合到。咁而家有個新嘅機會，我又熟啲呢個角色啦，大家台前幕後又。總之多一個第二次創作的機會，我覺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。會都有啲改動咧，喺個劇當然會改啦。我覺得因為即係唔同人做嘅角色，有時好多角色嘅嘢要係為咗嗰個人去改變。每一個人講一句對白出嚟都有唔同嘅感覺。咁所以我覺得我會當一個完全新嘅嘗試，新嘅戲去拍。嗯。相對同阿湯嗰個壓力都比較大，佢都睇住你多一次。我跟阿湯講了一句，我話總之以前所有嗰啲嘢抹咗佢，唔記得曬。即係我唔理以前拍嗰陣時係點嘅，而家我哋重新嚟過，每一場戲希望可以撞啲新嘅唔同嘅火花出嚟。但係個造型都要即係跟翻之前嗰個。造型差唔多㗎啦，我係呢排黑咗啲，或者我頭髮未夠長，但係拍得嚟就 OK 㗎啦，應該大家都唔會有太大問題。偉哥都係咁靚，所以冇。係，冇問題。會都影響到本身自己，大家兩位啲動作。還好，其實我補拍的部分不太多，所以都沒有影響到我自己 的工作安排。本來 我是有假的，會影響少少，就是可能跟太太和子女去玩的時間。不過做了事先，我不可以這麼心散，差不多了。